能运输管理课堂。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智能运输管理系统。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智能运输管理系统。上一次我们了解了智能运输系统，那么智能运输管理系统与智能运输系统有什么区别呢？运输管理系统简称 TMS， 是一套基于运输作业流程的管理系统。该系统通过对车辆、驾驶员、线路等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考核，来提高运作效率，降低运输成本，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的优势，主要适用于运输公司、各企业下面的运输车队等等。智能运输管理系统的目标是：一、实现运输作业流程标准化、统一化；二、实现运输作业信息高度透明化；三、实现降低空驶率，提高运载效率；四、实现对货品进行全程跟踪。那么智能运输管理系统是怎么实现上面几个目标的呢？智能运输管理系统以系统管理、信息管理、运输作业、财务管理四大线索设计开发，通过下面五大功能实现：一、统一的调度管理平台；二、基于网络的一体化业务；三、集中化的财务管理；四、对新制度的充分支持；五、成本管理和预警管理。一、统一的调度管理平台，通过专门设立集卡调度中心和整车零担调度中心，使调度管理更具有针对性。通过智能化调度提醒，实现人性化的调度，全面提升企业车辆的利用效率。专门设置值班调度，整合 GPS、SMS 数据，实时跟踪货物的流向，及时调整并处理非正常业务运作。对于符合运作要求的调度机制，统一的调度管理平台从不同的区域、车辆要求、报关要求、货物属性、特殊业务类型等多个角度支持调度进行合理排班。统一的调度管理平台还支持订单拆分、外围派车处理、集中的派车单管理等多种作业。基于网络的一体化业务，智能运输管理系统基于网络建立一体化服务体系，将网上 EC 订单处理与内部 TMS 无缝连接，建立快速准确的订单处理机制。在统一委托受理平台建立订单审核机制，可以保障业务数据的准确性。在该平台还可以随时获取关键指标，如委托处理操作率、委托响应效率等等。一体化服务体系不仅支持 Excel 等标准文档的信息读入，还可以自定义订单处理流程，更加方便。三、集中化的财务管理向来繁杂，智能运输管理系统通过集中化的财务管理，统一财务处理流程，如通过统一合约管理，保证系统自动准确的生成费用账单；通过收付账款管理，完善费用处理流程等等。四、对新技术的充分支持，智能化运输管理系统的各类新技术，如 GPS、SMS、IC 行车记录仪、门磁、自动加油机、轮胎检测等充分结合，从而全面提升企业服务能力，以达到为客户提供更加贴心的信息服务的目的。五、成本管理和预警管理。TMS 围绕运营业务，实现从维修到仓库、进出库、业务到油料的全过程管理，通过对额定费用、耗建库存、测量维修以及进出库等相关成本进行统计，当成本高于收益一定百分比时进行预警管理。 TMS 报表模块通过整体业务多角度、多方位的分析报告，来考核单车、司机、配件、轮胎、事故违章等指标，并给出关键指标的直观图示，便于企业进行成本及预警管理。本次学习主题结束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